今天是2023年7月25号，我们来到建宁回访使用大理丸的黄桃。这片园子是连续2年使用大理丸，可以看一下这片园子整体的长势非常的漂亮，果子也非常的大，现在已经陆陆续续开始采摘了。这片园子全部是用大理丸，大理丸的黄桃采摘了，老板急忙收获，客人源源不断，